滑倒的中间的，你一定要爬起来。但是这个一定是刚刚又写上去的，写的模仿。如果不是的话，我都掉下来。处理。生活的上面也滑倒，有的时候。有宣传期歌唱歌很牛逼的，通通带走。别走开，全部最好看的节目马上登场。我们这一段害你在心口难开叫做是大头兵日记，大头兵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看看你们头上是什么了。哎，看看的，哎嗨，头上什么？好，厉害了，名家内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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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是那个制造机，对啊。哦，哇，名家内行。名称内行，好，小问好，名称外行，哎，那他这个已经挫赛了嘛？哎呦，是谁？这个呼吸就挂，对啊，来来来，哦，我的肯定是，哎呦，哎呦哇，香港脚在扬，香港脚在扬，气死，香港脚在扬，你们赖国民兵，看一下，这位是。退役的有没有最厉害的？网络都在探讨 ，NONO 太厉害了。对呀、啊，永远都不会被害到。哇，好厉害！永远过关啊！香港脚太阳，真的呀。好了，现在枪声之后，马上进入第一回合。害你在心口难开游戏规则，这是一个激荡你脑部神经的陷害游戏。每个艺人头上的牌子都会标示自己禁止做的动作或禁止说的话，其他人需要以引诱或陷害的方式使被害者出局。一旦出局，就立即遭受万金轰顶的终极惩罚。出局者可重新加入战局，回合结束时将选出今天的最大赢家。好，现在准备开始，我们现在是新兵报道，来报错。啊！打住了！大总，是很心虚的，为什么？打住！对呀、啊，也太快了吧！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准备开始，这位是你知道为什么？盲点回答要小心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。处理。我哪知道？全体通通有报数，你真内行。报数啊！不要闹，报数。你真内行。你真内行。穿安全裤啊？有啊，今天不用穿，穿外裤还是穿安全裤啊？太像话了！来，让他最后面好了，最后。那么今天我们国民兵集合啊，啊，这个捍卫家邦是我们大家这个应该有国民应尽的义务了。是的，那么现在呢，首先呢、啊，集合之后我们就来一首军歌，大家一起来合唱这首歌啊，《九条好汉战歌》。来，三百位来，有出唱片是哪一位？高一点。
球球好喊叫，球球好喊叫。是新唱片的造型，跟那两只新进的发型一样，烂透了。来，大声一点 ，One Two Three Go， 九条好汉战一番，九条好汉战一番，说打就打，说断就断，大流血流。网路上还说 Mono 有多厉害，有多厉害，有多厉害！哇，太好玩了！刚刚就是要害他，结果我自己被……对啊，因为你起音了。好，回去入练。好了，曾少春，哟！怎样了？他会怎样了？看看你，他一直在问说怎样啊，怎样啊，怎样啊，真的是好完蛋，完蛋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个部队啊，当然是你们现在是回忆了啊。好，这个之前呢已经服过兵役了，现在再回来为大家服务一下，操演一下。当然你们在军中的这个本职学能啊，我们在部队里面啊也会为你们保留。好，当然我们也这个不排斥啊。我们部队里面难免有一些这个阿兵哥，他可能是有比较特殊的。好，你还好吗？报班长，我很好，不像你们这么凉。什么这么凉？我们哪里凉啊？报班长，不要再戏弄我。我哪有戏弄你啊？你刚刚又一直说这样啊。活该，处理。有智商的是这个啊？哈，这个啊，装 gay， 还呛我。好，各位同学，那么我们现在说班兵特别注意了。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在民间的时候。他是担任乐团里面的一位主要人物哦。那你们当中有谁知道？跟班长讲一下，你知道吗？他，我，对，哎，跟班长讲话要有礼貌。报班长，哎，报告班长，报告班长，他什么吗？我什么？什么？我什么？站走！你干嘛？你打星星干嘛？你真的呀？现在也只能打星星，能打班长吗？你不能把经验，不能把经验女人帮的气出在这吧？你真的呀？吸给那里，你要吸给那，还没回答完呢，还没回答完，还没回答完。你讲了，你讲了，你讲了。我那个本身听不太懂闽南语啊，台语讲了，台语没通用了，黑啊黑啊，好，黑啊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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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干嘛？处理，哎呦喂啊！讲台语，讲台语买通哦，台语哦，哎呦，好回正道。林真的呀，林真的呀，林真的呀，哎哎，你今天看起来气色不好哎，真的吗？对，其实班长不瞒你讲，他今天我们等一下要出那个，可是洪都拉斯哥哥比较白，我比较白，没有脸苍白。你真的呀，等一下就要跑500障碍了，好啊，有身体不舒服的或什么样，就赶快现在身体不舒服就可以不用跑。我今天刚好那个来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样？那个来。生病吗？不舒服就不用跑了啊！肚子痛，哇，真好！站住！我还可以，我还可以啦，我可以跑。
林真那样。好，这位啊，有谁知道？这位你应该叫曾少宗没错，是是是，他以前在民间的时候听说是一个乐团是吧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是哪一个乐团啊？566不是啦，啊，和平小子啊，不是啊，和平小子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耶，可以的。他不是乐，帅啊帅啊帅啊！好，各位，你真那样？不是，你这个桥段在电影有用过了，还在用？不是，那你怎么会上当？班长，你以为我就是当班长而已吗？机车班长，你演的不是？我以前演过多少部电影啊？好，神探两个半。好哦，林真那样，林真那样。这个是刚刚临时写的，是因为我们只有写过的话呢，叶教授，叶教授，叶教授，来，高手来喽！是的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感动感觉到，他这个一定是之前没有写的，临时因为有“你真内行”这个字眼的丢干的，我们就能够感觉到有讲这句话的人的表示一定会被打到，用台语啦，用台语。我唔对，其实在咱的生活当中有人讲过，可是今仔日跋倒的中间呢，你一定要背起来。但是这一定是刚刚又写上去的，写的模仿。如果不是的话，我都倒下来给你。处理。哦，叶教授，用这么耻的行为，在大庭广众之下写了个模仿。不相信我今天，我一定要告诉大家，还给大家一个正义。今天我的心情真正有够袂爽的，我的老魂出，我已经讲过啊，真久无在电视机甲大家见面啦，我是要退休啊啦。这上面一定写的是模仿刘文聪，他如果写的不是模仿刘文聪的话，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？对对对对对，怎么可能？没事了没事了，好，枪我砍去。你真的很准呢，真的，因为你上面那个不是刘文聪，那是谁？刘文聪在这里，因为来不及，来不及。好，我反应太快了，害了。那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知道班长以前拍过什么电影？你知道吗？报告班长，报告班长。每次都这样，我拿到一个他永远不会死的，要不然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因为他没有，他没有啊！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要单兵徒手基本教练。好，好嘞，大家把你们枪准备好了。好，哎，当中同学当中有没有会很会耍枪的？诺哥，听说你会。听说你很会耍枪，他说也是一队的，而且你耍枪在国内算是得了奖的，哎，是吗？等一下，我觉得我肚子热热的，因为这里那个你太重，没有，你很会耍枪就为大家表演啊。等一下，我的同袍跟我讲，叫我不要耍枪。嗯，嘿，那我表演刺枪术好了。不是你刺枪术不是也很厉害吗？对啊，也不会，不会啊，他还会划船，根本就是口是心非嘛。对啊，刺枪术很厉害，那就带走啦。你管你啊！好难脱的感觉，背后都摩擦真的了。我就停就停。我一直叫他不要讲啊，他一定要讲。好了好了，为同学大家表演一下，耍一下枪啊！好，耍枪，单兵耍枪术，开始喽！嘿，好厉害啊！经过训练的是我们。全部就算花椒，有哇，这样这样。彩虹里呀，彩虹里的呀的蓝流星。
久？赤江住一辈。各位，哎，班长这里有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，好想问。我们部队里面竟然掉了两颗手榴弹！啊？怎么会？是不是你偷的？报告不是，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。怎么可能不是你？是你偷的吗？没错。报告，怎么可能呢？你有没偷？没有，因为我没。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。然后说有，有。你在玩游戏吗？没有。有，一定是你。铃声，注意有好，同学当中，听说有人很会唱 rap， 有有有有啊啊！现在开始为大家介绍这个日本来的小姐，她非常的可爱，她的名字叫做了 Maki Yo Go 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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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还是搜索而已。我看到有一个新进来的阿兵哥，但是从头到尾什么都没说。听说他以前有一团叫做可怜小子，现在他人在县城，却不愿意帮我们的同胞来打歌。郑少忠 ，Go， 也像个，我不要你们各自。你摇屁股，啊！你帮忙宣传新歌，好了，厉害！那我们马上休息一下，要进入我们下一个课程，休息啦。杀光他了！广告之后马上回来，欢迎继续收看周日八点档。他嘟，来到这个山头啊，要接近这个清明节的时候，对对对对，很有感觉啊，很有感觉，很有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，有没有看到？谦哥，这是采哪？遥指木。杏花，喂，谦哥，妹来，这是台南的，台南，台南，以后你就站在这里。喂，我跟 Nono 先来了解路况。对对对对，好好加油。没有了，这春天到了，春天到，春天到，对不对？来来的三位美女要好好介绍一下，来，慢慢介绍。徐杰儿小姐，谢谢，越来越漂亮了，谢谢。有新作品吗？有，现在就是在筹备第三张专辑，然后自己买手写歌。哦，他写的歌很好听，很好听耶。不像现在很多这个新人偶像啊，没有自己的作品，真的吗？他也不会写歌，然后本身就是靠一点可爱的外貌，对对对，会吗？会吗？会，我有写歌，杨丞琳小姐，你有写歌啊？真的吗？上爱的，哎呦。谢谢，对不起，他让你啊，嘿嘿，还有我们的 Marky 哦，太厉害，有新作品吗？新作品，就跟康康你们一起主持，对啊，一起主持，好多节目，男生女生变，我们第二季了，没关系啊，节目停停走走，主持去去留留，唯有真心真意才是永远的朋友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告诉你啊，真的好会讲话，开玩笑，难怪能够把那么多女朋友胡说八道。
现在路口规则说明，这是一个边走边吃边吃边玩的文字接龙游戏，参赛者必须把每一道食物的字尾接到下一道食物的字首。在游戏进行中会有文物考验的出现，只要得到第一名的队伍就可以获得奖金100,000元哟。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看到，这满山遍野都是什么？对，凤梨，最近很甜，整山都是哦。台湾省最好吃的凤梨长在哪里？关庙，庙这里就有关庙。关庙这个地方，听说我们这个农会理事长来到我们现场。哎呦，哎呀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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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，哎，赞赞赞赞赞，这条红蓝线啊，你这地名够大，欢迎中国观众朋友，哎呀呀，大家有机会来阮关庙，嗯，看阮这好山好水，哦，大家。往来上好食，上好食往来就是伫咱种农业所在，就是玉龟山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看看我们的谜头是什么啊？来，哎呦，你是真笑哎，你是真笑哎，来家盖小翁来盖小去播，介绍关庙面。但是关庙面嘛是想吃，哎，你们好好吃哦。嘿嘿，关庙的龙井三饼，这个就是关庙三宝，哦，就是咱的关庙面，关庙面，咱的关庙往来，啊，绿竹笋，绿哦，绿竹笋。这个无同的所在。哦，这个面好吃啊，来，给你，陈林这边送给你。哎，这个面好吃到爆，没有热水。哎呦，你看这个给你好了，这个哭了。啊，猪尾龙，这个给，它有机啊，可以，你拿那个，龙骨呢？那你去干吃，不，要不要放盐？因为进咱其实中，足少咱这个消费者，要不要再？你妈妈喜欢吃凤梨吗？你好，阿里，阿哥对，哎，对，你有对，哥，喂，喂，喂，难道偶像你乱搞的？好，阿里谢谢哦，理事长，阿多谢关庙咪，阿关庙咪的关庙鸡啊，吃了有啊。动物，动物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看等你再带路了吼，旁边休息一下。来，三位辣妹介绍一下啊，今天我们的冠军有什么？今天我们的冠军有赢得100,000块，对，然后一样还会有文物考验。哦，以前不是只是手机打到我们吗？没有没有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马上进入我们吃吃的 Go 出发啦！你给他看一下有没有看到关庙。到处都是凤梨，真的假的？是他的小时候。对，小时候。我第一次看的，因为我是都市人。哎呀，你还真不了解凤梨。先哥跟你讲哦，他就小的时候是这样，懂吗？然后慢慢尾巴就掉了，长出两条腿，然后前肢再长出来，然后开始可以游泳，开始蝌蚪了。好冷。旁边有没有看到？哎，哎呦，哎，不知道这么多人呐、啊！来来来，哎，哎，阿林教练那边关庙面膜哈。有啊。难道不能来一个穿迷你裙的吗？哦，不可能。我好想吃哦，我真的没吃过。哎，老板。哎呀，厉害啦，厉害啦！哎，你们好。有关庙面吗？这里。肯定一点，有吗？有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就来一个关庙面了，好吧？哎呦，厉害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哎呀，来到产地了，关庙面。来啦，那哎，喊你几时讲我都大明星啊？呢，介绍，来来来来来介绍，卖安尼讲，你人伫遐啦，你够专业。你喜欢庙面吗？我有，啊有，大条，大条的，而且还有泡菜耶。哇，好吃。哦。跟大骨也袂软，好吃耶。哇。啊，你两个叫用外语啊？麦头讲外面啊！好来来啊！他是我的。姐姐。哦哦，舅舅啊，舅舅干啥啊？哎呀，嗯，好吃。见鬼了，他这个面怎么可以那么好吃啊？他这个面实在太好吃了，观众朋友。好吃哦。无法跟你继续聊，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我们现在有点脱节？哎，太好吃，分心了。这个牛肉你看看，好味啊！你甲看麦，这比比红啊，你介绍的鸡好食，什么百几块啦？对，你看你甲看麦，软细的啊，啊，你再看麦，啊，嗯，好好吃哦，那你哪要好煮啦？好好吃。真的好吃哈！好，太好了！第一道菜是这个关庙面，对对对，很有名。而且这个关庙面啊，台南最有名关庙面，是宪哥投资的，真的。对对对，不信看后面，哦，关庙面，看一下那边，你看，
满坑满谷全部都是面呢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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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，你好，大哥哟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阿弟你好，你好，阿弟哦，四个去问人探听，讲你这关庙面上好吃，上正宗了，有影无影？因为我这样出是捧日头的，捧日头的哦，拢不是砍手的，啊，拢拍在吃安尼哦，安尼表示咱台南的天气拢真好，嗯，较安尼就落雨，唔只拢安尼吼。哦，来来来，哦，安尼看，安尼拍哦，啊，冰，啊个冰哦。哦，阿伯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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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爱病哦，阿老病，我来照病，好好玩嘞，我来帮忙，你不可以把它弄乱哦，怎么弄？一手在下面，一手在上面，就刚刚看到没有？阿廖，阿廖，翻过来，阿廖，好，你点，好嘛，阿廖，阿廖，那你也乱掉了，好来，快，好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，小曼，好快哦，哎，我第二次，嘿嘿。哎呦，哦，阿弟，阿弟，阿弟哦，我知啊，因为关庙面哦，它没有加防腐剂，对不对？纯天然的，无防腐剂，无好米拢有掺，跟咱哋拢无掺，对不？阿弟，你来，阿弟来变起来，你来变起来，你来翻一个，阿弟接你头发嘛，对吧？这高板重啊！你要上去啊，这样好像夹面包，没有？很重哎！上，哎，对对对，我已经一只手都转不起来了，啊，好重！一、二、三 ，Go！ 哎呦，好，哈哈，你接下，哎，还不错啦，还不错，不错，往那边点，哎，阿廖。那我很想吃看，我真的很饿，我今天还没吃东西。我很饿，真的吗？有准备？可以吃看有，来要加油！哇，这里面人好热情哦，这样。阿廖，阿伯炒来一下，好，你下姐，来来来来。哦，这是什么？炒面哦。炒面，炒面。哎呦，炒面啊！我想要吃炒面了。这是卤面。卤面哦。卤面。什么意思？我管庙卤面是的，是不是？哦，用这啊，掺这哦，卤汤安尼哦。哦，安尼好好，安尼我先吃一下炒面呢。好喝。好不？哦。那我来吃卤面哈。好好好，我吃炒面。哎，啊不要。给你加哦。哎呀，这个羹也很好吃的感觉。我来试试看。把阿哥控制哦，香菜哦，香菜是哦。好。哦哦，谢谢。哎呦，好嚼哦。哎，面真好吃啊，嗯，好吃哦。有这个 Q 哦。哦，这 Q 哎。哦，你买这地方吧。我直接吃。阿廖。这个卤面。阿廖吃不完哦。嗯。你两个。阿廖。小卤面多。回来，回来再那么代表吧。哎，回来哈。哎呦，这很 Q 哎。哎，不是，这炒面好好吃哦。好吃哦，很好吃。嗯嗯。哦，赞嘞。我讲。嗯，你先搞住啊。哇，那我们要吃关庙面好不好？老板，还有一些随便弄一些吃的东西哈。谢谢。哇，来来来。哇，你好。哦，咸力加厚哦。哦。哎呦，关庙，台南有一个地方叫关庙，然后他们出产的面就是关庙面。哎，我没吃过，我没吃过。来，这个是酱料啊。酱料。导游哥啊，好多小朋友。导游哥，你知道吗？酱油叫导游。导游。然后酱油的哥哥叫什么？导游哥。哪是？柯以柔的妈妈叫什么？柯以吗？柯以柔的爸爸叫柯以爸。柯以柔的爷爷。柯以爷，柯以柔的奶奶呢，在她的胸部。哎，天姐啊，哇，大盘。不是啊，我们要吃那个关庙面呢。你要先每一个人。大家一起来吃好不好？不要，不行啊，你们一定要帮忙。小胖，你来帮忙，小胖。帮忙啦，好特别哦，你看有蛋跟水饺。老板，哇塞！我们又要关庙面了。你要稍等一下啦，老板还在煮。哇！好，全部都要吃完，然后再吃。弟弟要帮你们吃。好。好。哦。来。关庙面。谢谢。耶！关庙面来了。来了来了来。这个是关庙面做的，是酸辣面。哇！这个是红烧猪肉面，也是关庙面做的。哎，我们两个都可以一起吃的，两个都一起吃，哎，好吃，好吃，很好吃。
这样就一定会中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聪明哦，聪明，聪明。打这里！别走开，广告之后还有更爆笑的哦。欢迎收看周日八点档 Part Three。哎呦，够穿安尼呢吼！你看人家的裤子。哎呀，短裤加丝袜啦，笑死人不偿命哦！大家好，哎，阿奶都没声啦，哎，这一下子，对啊，哎，我们两个站在门口呢，啊，哎，随便坐随便吃，有什么呢？有面啦，水饺啦，饭啦，暗黑。暗黑是什么？暗黑是我们办公室自己做的。是吗？对，有什么就做什么。暗黑啦，攻毒餐啦，那没有我们要吃的。啊，有了有了，关庙面。啊，煎面啦，是吧？好吗？这一家已经被包围了。可爱耶。好啦，蛮可爱的哈。好啦，好，那就吃面啦。哎，里面请。哎呦。根本就是被包围了嘛！哎，访问一下嘛啊！我没有零，不好意思，我想给你借100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那个大冒险输了。等于说你输了。对。然后你要倒霉嘛，对不对？结果你来跟我借100块，我比你更倒霉的。我怎么能300块？好了，要不然这边呢？哎，帅哥。借我100块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要喜欢他的话。喜欢他的话，借他100块，有机会就可以拔到他。掏出来啦！掏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我的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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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亲亲亲亲。看起来很矮，正好高。人家借你100块。好啦，要不然算杯餐好了，算杯餐，哎，算杯餐了。真的吗？那陈岭这个交给你，断背山了。交给我，为什么？十倍秀。哎，还有一个呢。好害羞哦，我没有跟女生这样亲过啦。哎呀，好快感觉哦。你已经被逮捕了，快！再次哈，亲你了。3、2、1，哎呦！哎，面还没来，那我们来跟他玩一下好了，好，要不要？这是什么？大冒险。大冒险，大冒险啊！我讲一个数字，然后怎么样？然后再指定他去做一件事。最老的要干嘛？对不对？我就是第几个大力的小弟。哦，第三大了，然后他要干嘛呢？要找一个有蓝色高跟鞋的，脱下他的鞋，亲吻他的脚趾。亲吻他的脚趾头，蓝色高跟鞋啊！陈琳，哪是啊？哇，哎，如果是陈琳，那他自己吸自己脚趾头哎！你啊！好了，他。亲狗的脚。哎，各位有两个选择。第一个，亲陈琳的脚趾头；亲狗的脚。第二个，亲狗的脚。
椒。我拿一个薯条给你吃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？要切生煎的椒。亲你的脚也不要我拿薯条给他吃啊！你可以吃薯条啊，真的啦！吃薯条吗？对呀，还是我喂你吃薯条。哎哎哎！干嘛？继续玩好不好？那我们吃面啊，来，啊面啦！哇，面应该是，它是拼盘。哎，那面还很多种面呢，哈。哇，老板你好聪明哦，有赚吗？啊？应该有赚。有赚吗？都赚学生的，我自己就是苍蝇的学生。哦，对，啊那个丢啊啦，不要赚太多啊。嗯。好哦，现在又在持续的飘雨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好不好？听说这个我们的前面有个同学手里拿一个什么东西？面包。穿衣服故意走很慢，男同学过来。过来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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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来，我帮你拿了，嘿嘿。不行嘞，这是要给我们队长吃的。给你们县长吃的。队长。队长。对。什么队长？我们曲棍球社的队长。真的吗？曲棍球、啊。那打曲棍球跟我们什么事啊？你就。啊，我想吃那个面包。你要吃的话要问我们队长哦。不会，他不会怎样。不行，不然我带你们去问我队长哦。不会啊，不会，先吃不管。好，先吃。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我们吃一口，你等一下再拿去给他嘛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样。车来，让你车要过，车要过哦。好大台哦，哦，好大台、哦。哎，车来车来，好大台，好大台，好大台，哇！哎，起来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好大台，车来车来，很大台，很大台，小心让一下。大台来了，哦，来了。那今天玩的是什么？考验。什么东西？我们要玩飞上曲棍球，然后要射中三个角标。哇，曲棍球哎！溜冰曲棍球，谁会啊？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，爆炸头，谢谢。来哦、喔，哇，溜起来好帅气哦！要怎么玩？等一下，我们在那个让中间站着，中间对，然后五个角嘛，五个角，二三四五七，打中三个就闯关。Go！ 哦，你来啊！等下给你推一球啊！我先慢慢走到那边去，我就要往老头哦。可以吗？喂，你这样打已经够难了，你确定我穿着打到吗？穿着可以 ，OK 啦。在哪里？对，这边。哪里？对。怎么拿？啊？哎呀！好。哎，练习都没有看你这么热心呢。好。刚刚男同学叫你，帮我拿棒子，你说啊，你到哪级啊？然后举起来就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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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样歪掉了啦，你要看那个目标，对对对。可恶！你怎么会打出去，然后尖叫一声再跌倒、啊？你这那叫分解动作，对不对？好 ，OK。那我是纯粹娱乐效果，还是交给你打？来，我再来打一球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有了，有样子的哦，快中了。确定要打三个吗？中！要不要再试一次？你先，你打最后一个再给我试好了。走 ，Go， 换你。真的吗？我怕我又摔。
可以，我会在旁边扶着你，放心。哇，我真的觉得我好像那个残障人士。你用这样，对，你要看那个目标，按你这样，直直这样给他过去。这样推，对对对。可是我脚重心不稳啊。不会。好。哎，快一点，哎，快走。一定要中！啊！我知道。什么？移过来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就一定会中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聪明哦，聪明。在这里。真的还有没有？我也很多运动啊，我不要带就好了。对哦，大德哈，对哦，大德。因为快下雨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应该 OK 的了哈。OK。会不会太远了？这样会不会太远？不会啊。真的吗？哦耶！哎，你终于打到了嘞！我不停跳。好了，过关了，有没有过关？恭喜过关！好耶！你现在可以吃了。对啊，好呀。你看我不穿溜冰鞋，我一般整到你。好半天，这更累。为了要吃一个面包蛋糕，这刚刚你发的。啊。这是我发的。好快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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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
伫倒啊？伫倒啦！哎，老师，老师，哎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老夹手啊！哎呦，太厉害了！你会被夹死的，要出去了。然后这个是酒吧，饮料，果汁吗？米酒嘛，这个啊，不行，我不行。真的吗？我不行。哎，那我就要喝了啊。赶快，阿斌的。他整得好嗨哦，我也要跟你玩。喂，你要通融一点啊。叫做胡拉乌斯是什么意思？给我喝的这胡拉乌斯可能就是喝拉乌斯的意思啦。是吗？呼，就是喝拉乌斯是一个。喝拉乌斯，拉乌斯就是他们的小米酒啦。那是什么煮的呢？啊？不能煮的。不能煮。来，我们先喝了再聊。我喝一小口就好了。喝完了。阿明，你是喝完了。哎，我整个土拨鼠脸都跑出来了，真蛮浓的，很浓哎，浓了，因为又有冰，我整个人你知道，他不能，我真的不能，你帮他喝，他就想看你们阿三里的感觉，他说他生理期，你说以毒攻毒哦，当然啦，不行，那个是毒吗？来，我们来看，他长得很像张惠妹，你要不要？宽版的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我整个表面宽。宽版的，哎，就是官庙面，它是大条的就对了。哪有，上面是七条的。哦，阿内这样看就很像他。这样你看，真的啦，没有啦，你看这样像不像？笑容真的很像。哎，这样哎没有这样像。嘴巴很像。这样像景文有没有？也有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要赶快去吃下一道菜了。好，谢谢你们，多加油啊！哦，你看那个招牌好笑，而且总经理牛肉面，还有猪肉面，哎呦，这么多人啊！哦，后来行李加油呢，你们有没有吃啊？有。哦，有吃就好，他想到的是总经理，我以前当总经理啊，以前当总经理，现在
现在退休了嘛，应该是整家公司倒掉之后，然后我是落魄了啊。现在公司还在啊，公司还在啊。对，我是退下来了。哦，你退休了，退休了。然后总经理改行卖面，经理为什么要总经理？因为以前当总经理，他只是在做吃的那个私房菜给人家吃，给他请朋友的。真的吗？请朋友吃的。然后人家说啊，你是高丽菜。对，哎，高丽菜是泡菜做的高丽菜。对，高丽菜啊，那就是高丽菜啊，那就先拿一盘来吃。好好好好好，来，我帮你们拿，你先坐。不要这么说，总经理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自己没关系啊，自己怎么好意思让总经理服务呢？这是高丽菜吗？没有，那个是牛蒡汁。啊，牛蒡汁哦，这个是高丽菜。哎，你坐一下啦。哎，安尼好不？你既然讲你的面最好吃，用一碗牛肉面来吃看嘛，好不？我给你用一个我的招牌三宝药膳。三宝药膳是牛肉汤吗？男生吃的哈。哎，怎样？哦。老婆明天眉毛会翘，今天我来剪发嘛，哎呀，有哎哎，这总经理好像有点，蛮有意思哦，来来吃高丽菜，欧美来哦，哇，小菜，对，谢谢，这个看起来不错耶，哎呦，豆干，这卤的蛮好吃的。今晚是干面呐，干面干面，但是哈，这个干面我们强调的是我们特殊的调料，真的吗？所以跟一般你在吃干面不一样，哎，自己来，好好好，然后拌料特别，对对，拌料是我们自己做的，这个是药膳的三宝，哦，你看有牛筋，嗯，哦，牛肉。牛肚，它那个汤头又不一样啊，真的吗？哎，这个味道很香哎。对，嗯，哦，哇，好吃哎。那这个哈，像那个开刀啦、洗肾啦，都到我这边来吃，真的，而且还吃不到。你现在做什么洗肾？在讲这些行这一条，它都开刀哎，那个感冒，好，然后最主要是什么？女孩子容易手脚冰冷。哎，我容易，我容易。对，这个汤喝下去半个小时。就热了，马上热了，因为它是那个，它是那个行血的，所以你的这里只有一种这种汤而已，是不是？第二，它是清淡的，不油腻的，好香哦，就是药膳的味道。你有几种药材？十几种，十几种。嗯，好，好好品尝，好吃哦，好吃啊。我们刚刚吃什么？面包。面包，哎，包。这一家是一个很特别，好特别哦。都是咸蛋超人耶，哎，真的耶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哇塞啊，咸蛋超人家，你好，你好，咸蛋超人的家，是你们谁？我的家，一说家，哇，哦，你看。真的好多，好多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很弟弟，这是什么？限量版的徽章。哦，限量版的徽章，那总共全世界没有几个吗？四百套，哇，那你就拿到其中一套。哇，那很厉害耶，很棒，真的是很迷。可是我们刚刚吃的面包，面包有没有包什么？包，包，你们家有鲍鱼？鲍鱼，菠萝油沙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吧，那我们来吃一下吧。好哎，好吃哦！师傅好多菜。我们的主菜是这个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什么盐盐烧？是澳洲进口的那个湖盐烧。湖盐烧，鲍鱼菇，鲍鱼菇啦，不是真的鲍鱼。哦。鲍鱼菇。吃起来的感觉很像。他说香菇其实是鲍鱼菇。然后这怎么吃法？沾我们特制的蘸酱。这个吗？这个。加一点瓦萨比。好。瓦萨比。马基又敢加瓦萨比吗？好吗？好好吃。真的吗？好好吃哦。然后我吃小片的。这个盐巴是澳洲的。像台湾那个，嗯，那么细，嗯，哦，那这个是什么？那是用我们那个本产的南瓜，南瓜搭配新鲜的那种蟹肉棒。哇塞，嗯，蟹肉棒的，对，蟹肉棒，哦，先把高汤吃起来，哦，嗯，这个汤，汤可以喝吗？可以，汤是用柴鱼汤分布先下去熬制。啊，香浓正点。
感冒。哦哦哦，这个厉害了！听说这个泉药叫做台南大泉。那我们现在找到关主，啊，关主那位了，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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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宪哥，我注意的不是关主，就是拿那个小棒棒的那个男人。那个。对。杨丞琳说你长得很帅。但是我注意的不是他，我注意的是那个打鼓的辣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有有有有有！喂喂，起立了！他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哇，很娴熟的，穿得好性感哦！哎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这里拿米酒，来给我们示范一下，好不好？示范一下关卡吗？哎，对对对，第一关啊，怎么样？第一关是飞跃盾牌。飞跃度啊，盾牌哦，很盾啦。他们这里，我跟你讲啊，我是台南人，所以对这个特别了解。因为他们有一种藤盾，就是拿来抵抗的以前的盾牌，还有那个有没有在旁边那里有吗？好，我们看他们示范一下啊，开始，黄飞鸿。这个我们怎么可能？我们不可能啦！对呀，不要飞两个，飞一个我们都飞不过去。一个就好，飞一个我们都飞，剪刀石头布输的飞了，剪刀石头布。你飞了，你飞了，哎，我来处理，我把它处理的跟乌龟一样，龟壳就趴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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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趴。我的腿趴。趴的低一点，手要。哎，你不要今天这里不开龟好不好？手，这个还飞不过去，那就怪了。你飞啊，我真的打不开啊。没有，跑过去，然后就踩过去，就就这样。不行。好了，可以了，预备，一二三，我牵着你跑过去来。杀，管他了，不是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飞了飞跑，宪哥叫我踩，抱一下啦哈，抱一下好不好？暧昧让人受尽委屈，达不到相爱的。没想到第一关这么容易就过了，第二关是什么？飞龙在天。飞龙在天呐！要飞啊！那是明式的呢，我们是中式哎。哎呀，龙来了，龙来了，龙来，龙来哦！哇塞，很危险！哇，哎，这个要，这个要力气。哎呦，哎，真的飞龙在天呢，我的妈哦，哦，他好累哦。这关我们宪哥先好不好？宪哥来，宪哥加油！哎，我是丢的还是接的？接的啦，加油啦！再一次，有，接到了！哇靠！好接吗？我很好 ，OK 的，你来试试看啊！不咬啦，没关系啊。你啊，这是干嘛？哎呦，你们太相信我了啦！准备，我不行啦！哎呦，好重！等一下，我处理一下。你刚丢给我是什么态度？你现在是传给他？哎，好重哦！真的吗？哇，你们太厉害了！好，可以了，第三关厉害了，听说最难的一关来了。穿针引线，穿针引线啊！那个同学出来示范，要穿三次哦。穿三次啊？对。哇！哇！哇！
们。大卖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，欢迎收看周日八点档和 Four。好，可以了，第三关厉害了，听说最难的一关来了，穿针引线。穿针引线啊？对。是什么啊？请那个同学出来示范，要穿三次哦。穿三次啊？各位，而且我们台南大学是拿到我们这一次全国的创意阵头大赛的总冠军，掌声给自己鼓励一下。连续两年二连霸，连续两年二连霸，哎呦！看吧嘞，看吧嘞，看吧嘞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哦，这我真的无法。好，这个哎，这个无法啦，这个就学那个小白就对了啦。这无法啦。穿三次就可以了。对，陈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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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啊，宪哥去了，对不对？谁去？谁去？宪哥，你们要陈颖还是要我？宪哥，然后啊，来就来啊，拼了，拼了，过三次啊，撞撞撞，好，预备，去！我很难的，哎呦，这很难，好惨。小黑，我一直觉得你对我怪怪的，丢啊丢那么高，丢给他那么低，慢一点这样子好不好啊？预备，嚯，让他拼命呢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这样哪里能过啊？哦，喂喂，第二次。好玩，你来一次，你来一次，你来一次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但这个哈、跟跳绳不一样哦。这打到一次就收工了。那我去看。对，来来，我帮他打鼓啊。鬼了，再一次，快的啊！哪有啊？刚才太慢了啦！再第一次，还有两。预备，起，速度！不要啊！速度！不要！撒娇。求求你不要那么快好吗？不要那么快。求求你不要那么快好吗？哎，该我，该我，该我，就这个速度啊！求求你不要那么快好吗？来啊，再来啊，有力气就继续啊！加油！神经病，不会绕这边就好。我觉得他们整得很好笑。哎，哇，你看同学对你多好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为了答谢大家对你很好。你传什么？我生气啊，传什么？可以了哦，我们可以过关的了啊，好吧？给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名头。啊，名奖，名奖，名奖。虎城杀人的天哪，这个在保安路对不对？保安路，海安路，保安路那里啦，那家哇超棒的，这已经卖了40年了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过去了啊，来赶快给你打歌时间，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新歌。我新专辑叫《遇上爱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你们。好，希望我们台南大学的所有同学们可以遇上。哎，谢谢你们哟！好，要来拿米酒了，好不好？现在已经在慢慢在飘细雨了。对啊。
好不好？赶快去进行啊！找，听说要找一个，全国第一的一个团体，全国第一，找他们拿米角，我不知道是哪里。好，好巴黎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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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啊，巴黎哦，啊，干巴的，干巴的哦，啊，干巴的，干巴的哦，啊，干巴的，干巴的，呜呜，啊，拉力弟弟，马拉力弟弟，啊，乌巴，啊，乌巴。掌声鼓励一下哦，耶！是怎样的一个团体啊？真的很明显，不懂啊！这个团体就是全国部队吗？阿鲁巴第一名，看看那几张，阿鲁巴阿鲁巴 OK OK， 阿鲁巴阿鲁巴 OK OK。哎呦，这里是队长是不是？对对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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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称呼？我叫黄金眼，叫 Helen。哦 ，Helen 是不是？哎，哈哈哈哈！他们公司有那个范玮琪，哈哈哈哈。笑，我又没有讲笑话。你在讲笑话啊？真的吗？啊，我们要怎么拿米角？你们要，我们先第一关是争边球。争边球，什么意思？哦，示范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示范一下，好，好好来。这个动作有点，我懂了。这不就是现在最近在演的电影《断背山》吗？刚好三个人，没关系，我们要支持同性恋合法化，好不好？要给人家鼓励。所以争边球是这样子哦。对，就两个人抬一个人这样。就是你来这样。哎，我在打后卫呢，可以吗？你不要一直蹲这样，我会害羞啊。有没有女朋友？有啊，有。真的举得起来吗？我说一二三，你跳就好。我跳，等一下。要不要先跳一下？很紧张哦。是这样吗？对对对，好好好，不是，这个样子而已。哎，怎么那么重举得起来啊？什么东西叫那么这么举得起来？好神奇哦！不然是这么重要干嘛？来换你了。好，来给徐姐掌声鼓励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换人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掉。好，哎，晕掉。你因为怎样？你会怕对不对？所以你没有看球。最可怜的机会啊！可是我要踢到他，是不是？有吗？有吗？有中吗？有，有真的哦。踢到胸部还好了。对，还有生育能力没关系。对啊。我的鞋掉掉。他会把你举起来，你放心，你只要接球就好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哦耶！哎，你接到了！耶！不不不！哎，你现在那边啊，好，好了，过关了，可以给我们米角了，耶！好，那你再啰嗦啊！啊，没那么好过，真的吗？真的，第二关是什么？真的，哪边？这么远？我看到一个沙袋，现在你就是冲撞这个垫子，然后冲过这条线就好。啊？然后我再示范，这样吗？哇！有你来啦！你不用那么远，你只要超过六千就好了。那个很重吗？不然那很轻。是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就好。可以派一个代表就好，你上就好了。啊？一个就好了，不要那个，你女生穿高跟鞋，对，一个代表就好。来，高跟鞋脱掉。好了好了，我来。啊，下一关就给你了，因为以制作单位。卑鄙的行为应该有三关，我觉得，对对对，是下一个，对对，哎呀，对嘛，来，你拿着，好好好，我下一关更惨。那你知道什么叫做篮球？应该没问题，因为 No 哥的 size 比这个柱子还大，没有问题。怎么样？哦，好，下来了。真的不会痛吗？不会痛。要再一次吗？哎，不用了，嘿，不用了，嘿，不用了，嘿。哎，蛮痛的。不会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怎么觉得会痛？
老师，你的可能 size 比较大哈。马上进入第三关是不是？啊，对。好，示范一下第三关是什么。哇，同学好热情啊！对呀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这个要干嘛？啊，关主，关主，嗯，哎，欢迎来到。啊，这个要干嘛？我们今年的台湾大学定在5月26号的体育表演会的一个项目，对，叫花式跳绳，对。然后让我们先参观一下，好好好，好来，来，预备，哇！好恐怖，开始点就停啊！打到了，哎呦！他不会叫我们做一个，因为比较简单的动作。好难哦！那我们就是现在来第一个关卡。哦，第一关哦。第一关。把这叫做 S 神。S 神。S 神。两个人同时一起去跳十下。哎呦，哎呦，他跳十下就过。好，十下可以。那如果十下没跳过，就请离开。不是这个节目。来来，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从这边过来。好难哦。好，啊，两个一起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这怎么跳啊？这怎么跳？是我的错，我的错，再来一次。不行啊，我真的要脱鞋子了。很矮啦！来，我们刚刚帮刚刚在那个马健加油，好不好？我单独吗？对啊，方哥单独啦。好了，看看好了。那边好像比较好跳哈。多几下。几下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两个关卡，就是还有第二关。好，还有两个。对，第二关是十字绳。就现在原地跳五下，然后他们就会转，然后再跳五下就过了。哎，我们两个人吗？一个人？是一个就好了。来，马基奥啊。我先。好。来喽。你就跳就好了啦。好好，我就跳，我就跳。我不跳。哎，很难呢。我们给那个甩绳的加油一下。试一下，大恒哥，我不行了。我站在哪里？这里吗？加油！好厉害啊！裤子会掉。
来。变成气球人啊！把我们搞那么多小干嘛？对，没关系，这是第三关，第三关比较简单。哦，简单什么意思？只要往底线跑就好。啊，真的吗？跑到底线，然后你的气球有流，就让你过关。就这样跑过去就好。对，然后很简单啊，反正这样，你看，这样跑过去都没有人了。没有人吗？这边人，对啊，就帮我们加油嘛。不，他们会阻挡你。为什么？他会把气球全部抓破。大家都自己人，为什么要阻挡我？不一样啊，不一样，你是敌人。对啊，你身上有，你身上有这些目标，那就开始了。一二三就一起冲了，好不好？一起两个人啊，一个人闯关，一个人闯关了，真的吗？哦，好吧，那你先，你先好了。我，你高跟鞋慢慢走，没关系，他们会让你。我要走的，你们对我温柔一点。对对对对对，小心。好，徐倩儿准备打阵了，预备。没有，但是因为其实同学手下留情了，有啦有啦，对啊，不然他一抱就倒了啊，对啊。哦，我送你们米酒，嘿，谢谢。哦，府城虾仁饭很有名，对不对？虾仁饭很有名哈。OK， 好啊好啊好，那我们去。我也跑饿了，应该去吃一下。好吧，那就赶快去找虾仁饭，走走 ，Go。好，直接。第三关，耶。这个五线谱，哦，但我们会有人就是示范。好。好，三军预备喽！等一下，我先看这个。我先。这很难呢。第一关就挂点了，真的吗？第一关就是你们米甲。哇！不
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没有踢过的要剪掉，这样人家又说我踢。先走开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欢迎收看周日八点档 Part Five。啦啦啦啦啦，我跳过呀，我跳过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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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 ，Goose Sukiyaki， 看看。Strawberry， 你的霓虹果最棒了。Sukiyaki 是什么 ？Sukiyaki 寿喜烧。哎呦喂，好漂亮哦！哎，真有感觉呢，你啊，哇，你看，哎，好有感觉啊！哦，来来这里看，来来这里才淋得到雨啊！哇，好漂亮，漂亮！嗨，嗨，哎，是日本料理店吗？啊，你给看嘛，哎，入门，入门，然后把伞收起来，那种味道是最美的，看看。哎呦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真漂亮！我的妈！我们是一个新居时代、日本时代的一个真的吗？亚洲唱片公司，它在这边是要聚焦唱片的工厂，旧的厂房的丢啊了哈。哎哎，董娘董娘来教我们呢、啊，各位，哎，月见有没有？蛋就叫月见。您说的是，好好吃的感觉哦。哇靠！哦，我们的洋葱感觉好好吃哦。哦，我的妈呀！你看，哦，你看，马草香。嗯，各位，酱油要用什么？要用柴油，看吧。柴鱼酱油。对。对不对？啊，蛋就直接这样。对对对。打散吧。啊，那这个正统，这个就是要沾。那不敢沾怎么办？一定要沾，不沾的话赶出去。你要赶我出去吗？你看，你看。我真的不敢沾啊。哦，你看，你看。啊！哒哒哒滴哒哒哒，哒哒哒滴哒哒哒，哒哒哒滴哒哒滴。你有没有要吃啊？你有没有要吃？你告诉我。啦啦啦！哎呦喂呀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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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嗯。太咸。您真直接，对，这不愧是做餐饮业的人。好了，赶快吃吃这肉，吃一吃哦，还要再放汤呢。对啊，这洋葱应该很好吃，谢谢谢谢。哎、欸，你看，嗯，大背山，哇，哎、欸，你看，哎、欸，你看那边好多、哦。梦开始的地方。哎、欸，府城之光，哎，台湾农药啊，这不会就是啊？李安当初那个第一部那个电影的时候是在这里放的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电影啊，梦开始的地方是吗？是这样吗？而且你看，他所有的电影看本都是用画的。画的，就是很传统。对啊，所以我刚才看，哎，用画的呢。哎，你看我这样像不像他？像不像？看一下。有，也可以缺一个帽子，缺一个帽子就很像。对对对。哎，对面哎，那我们去对面看看好了。好，看那个。我们也来吸取一下这个明导的感觉，古代的感觉哈。对，哎呦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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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剧中的主角出现了。花啊，但是要送你一只草。送我一只草，哎呦，这有含义的。哦，什么含义？什么含义？这种从断背山摘回来的花草。真的还是假的？是啊，从美国断背山。对啊。这是美国吗？不是吧？断背山在哪里？加拿大，加拿大，哦，啊，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？因为你是李安的粉丝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超级粉丝。那你怎么？你刚看完电影，对不对？他是我戏院的老板，啊，戏院老板。咦？啊，你是戏院的老板？哎呀，有眼不识泰山，老板你好，你好，老板怎么称呼？吴先生。哦，吴先生是不是？哦，吴老板，吴老板。对，你们这边现在还是那种手绘看板的哈。有啊，我们真的有些李安的纪念品啊，还有李安的纪念品。为什么你们会请那个李安导演？梦开始的地方什么意思？李安导演从民国六十年常在这边看电影，他年轻的时候，我常常下课就跑过来看电影。哦，所以是因为这里的全美戏院。
给他一些激发他的一些灵感，让他想说，哎，看了这么多电影，国外国内的电影都有看，看完之后，哎，他自本身对，好吧，就立志以后要当国际大导演。果不出其然，是替我们府城争光，替台湾人争光，替亚洲争光，替华人争光。李安 ，Happy 啦！耶，太好了，哦，断背山。哎，你看他还有手印呢。啊，真的哈，啊，他有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哎，他其实他真的，李安真的，他去到哪里都有想到我们台湾哈，对不对？哦，赞赞赞！哎呦，这边座谈会啊，嘿，签名会啊，阿尼哦，对啊，哦，阿尼这戏院叫哎，哇，阿金发哥这就告诉你呢，哈，对啊，而且啊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我们手工明信片，手工明信片，对啊，而且这个画师他看版画的，我们把它做一个明信片，哎，可以看电影，下面是一张戏，移动的城堡，他画成这样，哎，对啊，哎，你们师傅太厉害了吧？对啊，还有这些垫子，然后后面还有我们全美的一些介绍，很有那个收藏价值，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很有。屋顶太好太好，哎，真的是这个无价之宝了，感觉对不对？真的很有艺术气息。好啊好啊，哎，我们再参观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给他感受一下，吸取一下灵气哈。对对对对，好，也有对对对，也有可不可以演到李安导演的这个戏，好不好？好，去参观一下。好好好。哎呦，年纪那么小，竟然会？你几岁？六岁就会玩这个哦？你练多久了？两岁哦，啊，你爸爸嘞？啊？爸爸。爸爸在这里哦。好厉害，这是真的假吗？真的假？哎，真的哎。真的假哦？你跟你就亏了呢。你很开，我这样子很棒。来啊，你女儿六岁，你就把她教得那么厉害哦。对，她那个都有表演过几次，然后上次比赛得过名次。啊，你这里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吃的？我们刚刚吃什么无盐烧？现在有没有烧肉？有，我们这里有烧肉，我们阿嬷煮的烧肉最。烧肉，阿内后来来来叫。烧肉。等一下，先通过无考验，两层空测题，踢破五颗气球才可以吃烧肉，太难了呐！不会啦，可以吗？谁会啊？我们这两个手。师傅，你就会讲，你会吗？我可以利用别的方法，用头撞吗？掉到了。我这简单的哦，哎，不容易哎。而且刚才也没有撞过啊。对啊，我太看得起自己。来，鼓励鼓励。很好吧，我踢很高吧，漂亮，动作标准，漂亮。
不，这是没磨成虾仁饭吗？这是虾仁饭吗？对啊。哦，好好吃的感觉哦。哦，还有黑林呢。有啊。啊，这是在饭是啥物？这是牛粪。啊，这是啥物？干饭啊，是啥物？用什么拌的？是用什么？是日式炒饭的拌饭。哦，没有吃过虾仁饭呢，好幸福的感觉哦。这炸桶啊！他看你 size 比较大，就给你大碗。没啦，阿内假面完怕说，哎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台北市找不到这一种。对，这个。这个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塔姑棒，对不对？哦。这个这腌黄瓜，这个很好吃。对啊，哇，你这大手笔啊，这宰人家呢哦。哎，有。哇，这鸭蛋汤。我的鸭蛋汤。它是打碎的这样。它就好大，我们一起吃好了，好不好？一起吃啊，一起吃。哦，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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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很好吃哦，好好吃哦，嗯，为什么不去台北卖啊？对啊，我们都没得吃啊，真的，要开分店啊，弄都在这边买，一句话，你啊，台北卖开哦，哇。叫吴宗宪导出，好，好不？没问题，一个好呀。好，我给你免费拍广告。哎，哎，真的很好吃，凭良心讲，真的很好吃。大卖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看到了我。哎，哦，来。是不是没有人了？对不对？你看这个笨蛋一直拿着十万，真的吗？我们还没敲锣，你要先翻给我们吗？还是先敲？那真的吗？恭喜我们获得十万块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看，我跟你说的，宪哥、康哥，不要再跟我争了，好不好？你们也不会赢我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哎呀，那个他们是贪得美食。嗯。啊，在那边恭喜许杰尔，耶！证明没喝酒。